过。可是不是你真的吗？开始 Pokemon 吹他吧。人们战团来决定地点。发现神奇宝贝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乐姐，哇，超能攻超能，这样不仅会用牛黄丸。听得见。退出神奇宝贝，继续战斗。不懂。使用这个变装师，将你变身为其他正经神的战士。退出神奇宝贝，进行战斗吧。设置你的 Trainer 吧。闹开！上吧。Crookie， Zander， Zander， 战斗开始。你的神奇宝贝要回归原形了，回归。一个耳朵的形态改变了。凭着正男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看到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停止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再次即将遇上的二重天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超捕获机会。梦幻队超梦女将，最超常位，其实超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完全形态，力量全开，完美战斗条开放。按下右边的按钮来停止。不好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工作啊，战犯用珠宝交换这个，对啊，可以交换。按下求解按钮，停止轮盘吧。他已经有了。虽然有想与你交换神奇宝贝，下一个是超级球。神奇宝贝，不要了。可是我们那这已经有了啊，那只更烂。
所以你愿意这样子换手机？愿意啊，因为我就已经有了。恭喜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所以你花三十元得到名额就有。对啊。取出。那我玩音乐。传送结束，取出车代码。是这个。下次再来哦。